Okay. 抽光了，全没了，都没了吗？刚刚好。天呐！啊是，庞涓呐，哦，这形容好，他到底有几只脚没讲啊？哇，毕业了，毕业了，孙悟，先讲孙悟，哎、啊、不，肯定给人家跳过了，跳太快了，先讲庞涓好了。你三星哦，为爱绝不妥协。昨天我才揍过你。君子骑术，来，熟读兵法，风向前胜利起航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？这机率也太扯了吧！到底要怎么讲这个游戏、啊？多到我讲不完。东西那么好抽，我真的难接受。这只我其实也蛮喜欢的，但是碍于现在也不 OK 的地方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现在英雄比较多。等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英雄比较多了哈，啊，四星角色一定会盖过三星角色，也就是说四星角色一定要练，所以他们就只能被我排挤掉了。人家应该觉得说我怎么那么现实，没有办法，人家就是四星角色。嗯，怎么找一只？这个，给人家断线。我这还没练。这边演示完就 OK，今天不演示竞技场。黄金场现在也卡关了。我、啊、操！好像忘记扫荡了。哎、欸，有，但是有扫。那接下来我要练那一只五星的哦，because，因为啊是新的了哈。啊、因为四星的就是强，啊，今天时间抽到那是四星的。